Hello， 我的名字叫 Helen V， 我住在 Tenderness Street 81街大牌827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我的 neighbor， 在9年前我中风。 我这个 neighbor 他是很好，他的名字叫阿燕，他真的很热心的，一直在照顾我，鼓励我，还有煮给我吃。他无时无刻的都问候我，一直帮助我啦。他是一个很好的邻居，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边跟你们分享，我这个邻居真的是对我很好，在。 我中风的时期，他都一直在鼓励我。我有今天能走回的话，就是谢谢他的支持，谢谢。